现在来到的是台北的大龙洞保安宫。它也很像那个邻家花园那类的，就是那种这种房，我觉得那个好漂亮。大龙洞保安宫造建于1742年，1805年的时候重建。那主要奉祀祭祀的是保生大帝。那它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，在每年的农历3月15日，为了庆祝保生大帝的圣诞，特别会举办为期2个月，结合宗教祭祀、民族艺术、古迹导览等等的保生文化祭活动，是北台湾最盛大、最热闹，而且人气最旺的庙会活动哦，也让大龙洞成为北台湾重要的文化重镇。那大龙洞已从地方宫庙转型为宗教文化、教育、艺术为一身的庙。保安宫占地广阔，因为工程浩大艰巨，所以用的石材、木材都是由中国运来，连盖帽的师傅都是从大陆请来的，所以分期施工，历经了25年才完成。我们来到的是中国式的庭院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这边是紫薇阁，可以紫薇在里面吗？那谁要当尔康？紫薇斗数。你要当尔康吗？微斗士，我有拍到，今天是带大家来台北一日游，然后这里有一些雕塑。啊，哇，这里鲸鱼耶！这个是画龙点睛。这个是什么？万寿宫。万寿宫。天哪，好多哦，好可怕哦！除了阿嬤家以外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多锦鲤。他们在干嘛？等待饲料。呜、哦，想游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抽到饲料。大哥，你不要这样，大哥。有想要来这边喂锦鲤的话，如果不想花钱的话，这边很多免费的饲料。但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什么用完了。那要怎么解锁？哎、欸，这也不知道哪里有卖饲料哎、欸，哪里有卖饲料？我感觉是他们的。哎，我们那个饲料超臭，这个好像没什么味道。哎、欸，这很舒服，很适合，就是可以带小朋友啊来这边休息，而且今天是礼拜天，没什么观光客。去，就是去啥、啊？快点！哇！爸爸！哇！来了来了！哎呦呦呦！我来了！快看快看！刚好被遇到。快看快看快看！哦！快点快点！走得出去哦！天哪！来这边一定要喝多点水。哇，这是台北市孔庙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来哎、欸，这里跟我们之前在台南的孔庙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对不对？全台湾孔庙都。对啊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一次是好像会有一个活动。每年他们每个时候这边会表演，嗯，这超大的，中国的那些紫禁城是长那样，好漂亮哦！就紫禁城那边，他们一定是长，就是建筑很壮观，然后也都是就是没有插花，也没有拜，没有拜，就是这样，就在长的。这里有机会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来这边。参观一下，因为现在是假日，就是这边却没有什么游客，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可以带一些外国的朋友一起来这边看。这跟大梁接近100年。店大成店，它叫大成店，哎、欸，韩国一堆大成店，为什么？我觉得
其实这要说是哪方哪个国家的文化，这应该算是中国文化，不知道。超美的，然后今天又是台风天的前夕，那可能下午晚上台风天就来了，所以天气超好。公园，哇，真的很像台南的那个孔庙。我们要来到明伦堂。哇，人太多了，下次再来喽。